4000块钱，底薪。我们本科西南政法，我们有3年工作经验，我们现在是硕士，我们通过了思考。4000，什么破公司？来，起薪可能低一点啊，但是按照我这个设计的路径，他做到3年以后，他可能至少也6000起啊。少哥，你工资加比不加提成？不是，咱们现在必须得考虑实际情况。他是西南政法的本科，是啊，这是非常好的。然后他又念了3年法学的硕士，4000块钱。子健，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？我觉得低了。另外，我觉得汪希应该考虑一个特别照顾，他千里迢迢到哪里去？其实那个英姐，你还有这么可以考虑，因为我现在觉得越来越后悔，因为我马上要出这本书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法律，一定会有很多法律这个案件。